最近的问题也不少哦，榴莲它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撒。这部创意庭院已经更新，旅游僵尸出现在了庭院里，咱们发挥的空间那就大起来咯。刚才突然就摇晃起来了，各位川渝地区的同学们都还好吧？一，既然做不掉无敌荆棘，那渔夫僵尸出来时能拱掉吗？拱不掉，没任何变化。二，空置的花盆会被神风吹走吗？不会被吹走，但是如果吹的是植物本体，花盆会跟着直接消失。三，有朋友说黄金背影呢，其实会被减速的，咱们来试试。小丑僵尸反弹的寒冰弹不会造成减速，看看猎人呢，猎人也不行。最后的冰封酋长也不行呀，毒中的植物会被蜜蒂给隐藏了吗？可以隐藏，再来看一下更清楚的。这回看见隐身了也受伤害爆炸掉。五，如果失落向导被神风吹远，那么他挖的坑洞会在什么位置？过了那个位置，向导就不会挖坑了。但是如果把他吹回去，他又会开始挖坑。六，再次验证下，脉冲黄桃效果在毒物中及时生效吗？确实生效了。不过我发现了一点，在毒物消失前，毒物位置不能种植物了。七，热辣海藻在毒物中爆炸，也会有贴图效果延迟吗？没错，同样延迟了。八，植物和花盆分离，机甲橄榄一推会怎么样？只是推了一下，花盆和植物就重合了。以上为本期的问题答案，提问的同学可还满意？抱着科学的态度解答 PVZ 中的各种留言。我是小撒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